在各位老师、各位师兄师姐们，大家晚上好。好、呃。非常欢迎今天可以莅临，大家可以莅临我们今天我们一卷学会一百零六年度我们人生系列讲座，我们高雄场的第一场精彩的讲座。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呃，能邀请到我们的阅兵师姐来我们分享。 学法的呃一个成功的案例，对，那当然我们讲座的幕后也是有请到我们最敬爱的师傅上人为我们做圆满的开示。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什么？是学法翻转人生。诶、欸，听到这个“翻转”这两个字，就表示一定是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嘛，对不对？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阅兵师姐曾经分享过，她那个有如。 呃，八点档剧情一般的婆媳问题，对，那时候他可以说是家不像家，亲人不像亲人，像仇人一样。那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的差啦，所以当时可以说是就是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真的就很像是活在地狱地狱里面一样。那师姐很幸运的在呃一百年的时候遇见到我们师父上人的呃的政法教育，那也透过。 呃，而刚好这个机会，诶，知道了真理，也学习着，诶，可以及时的回头，及及时的改过，那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观念、思想和行为，诶，也因此他就找回了诶，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以及快乐的人生。那其实我们很多师兄师姐们都遇见师傅之后，都很成功的翻转呃自己的人生嘛。那 真的，如果我们要呃，就是摆脱我们苦厄的人生，真的是需要相信佛法。那相信佛法，不是只是呃向外就是供奉一尊佛像，或者是只是读诵一本经典而已，对，而是要接受真正接受一位呃我们真正的觉悟者教导我们如何改变生命的呃方法，而且我们接受之后，好努力去落实，才能够成就。那。 呃，要翻转人生，当然也不是要祈，只是祈求呃外在的那个佛菩萨给我加持加持，我就能成功嘛。那我们的阅兵师姐呢，她从一百年遇见了师傅，那哎开始慢慢的转变，到了一百零一年，她第一次跟师傅上人预约协谈，哎、呃、呦，开始就是真的就翻转过去喽。所以呃，现在我们就好好的邀请我们的阅兵师姐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她是如何。 翻转他的人生，我们欢迎阅兵师姐。师父上人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晚安。晚安。在这新的一年里，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首先，我要讲的是，师父上人对我第一次影响我最大的一句话，就是我第一次跟师父上人闲谈，师父上人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跟师父上人讲说，我的婆婆跟我先生的问题，师父上人当时就很直截了当的说，你就是欠债，所以要还债，而且是要心甘情愿的还。当下我愣住了一下，原来就是我要还债，但是之前不知道要还债，还怨恨他们。当然，师父上人说过，你只要有怨恨，债就没有办法还清。 也没办法消，难怪我每天都过得很苦，就像在地狱般那么痛苦的过日子。所以当下师父上人说我就是要还债时，我顿然就把心放下了。当天晚上在看 DVD 时，我对他们就已经不再怨恨了，只是照着师父上人讲的，要赶快还债，而且是心甘情愿的还。而且师父上人曾经讲过。 会当家人，只要你遇到的，或者是任何跟你有关系的人，都离不开这四个：讨债、还债、报恩、抱怨。可是这四个呢，又常常会重叠在一起，交错在一起，绝对不会是单一路像，绝对不会是只有他来讨我在这一点而已，有可能会掺杂他讨我这一笔，我讨他那一笔，两个互为讨债。 有的是我讨他的比较少，他讨我的比较大，所以让我忘记了我有讨他的那一小笔债，他讨我的债比较大，所以很明显就是他来讨我的债的，所以报恩、报怨、还债、亦复如是，这四个关系通通纠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为什么是亲人呢？因为亲人就是讨债、还债、报恩、报怨。 最深切的人才当亲人，所以修行为什么在生活当中修呢？师父上人说：“你不在生活当中修，你永远没得修，因为生活当中才是你的业力。那个修是为了什么？为了消业用的，业消福才来，福至心灵。所以心到灵验的时候，觉出来了，你才有办法超越这一切的苦厄。” 所以你不在生活当中修，等于你放弃了你以前的业力。那么那些业力你放弃了，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会滚利息哦。后半辈子还会一直重重叠叠，一直深入，一直深入，最后你那个石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就会越困惑。所以在当下即事，师父上人还说，我们去学秘籍。 学的秘籍回来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用上的，所以如果一个法你是不能学以致用的，那个叫做白学了，不要学了，浪费生命。那么一切的真法理上来讲，应该都是可以学以致用的。那为什么讲理上呢？还有一个是，因为是还得看我们有没有努力去运作我们自己。如果这个理搭上是 圆融一致一如的时候，那么你在解决这些讨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关系就非常容易了。如果你都不懂，那就怎么样呢？就凡事当还债想就对啦。凡事当还债想，不管他是来讨债的还是来还债的，他来还债的我们也当还债想，不用了，不用了。来讨债的，快一点，快一点还。来抱怨的。 赶快，对不起，对不起，来报恩的不要紧，到这里就好了，会太过头。所以在去年十月中，我接到燕宁师姐的电话說，说师父上人要上课，而且是很临时的。我当下就跟师姐讲说，晚上再回回复师姐要不要去。我就先打电话给美女师姐，美女师姐说她马上就答应了。 但我那时候还没有答应要下高雄，因为七月底的台中会员大会及隔天又是台北法堂，已经连续两天都有事了。再加上九月份的进师会要排练歌曲跟动作，晚上又到台北太极排演，有天排到回到家都已经十一点了，我婆婆已经很不高兴了，说我到底在忙什么？再加上台中的进师会及隔天又是台北法堂。 连续两天又没开火了，又加上十月份十月九号马老师的讲座后，当天晚上又有饭局，我们家那两位大人已经很不高兴了，所以师姐打来时我没有马上回复的原因也在此。我知道我先生一定会不高兴，那天晚上我一直找机会，也看看我先生有没有不高兴。大概八点多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下高雄了。 我就开始看台铁的时刻表。我在客厅看的时候，我先生也可能知道我又要出去了，所以那天脸色都不太好看，没什么笑容。后来我婆婆十点进房睡觉了，我到十点半才跟我先生讲说，请你帮我买两张车到高雄的票。当下我先生听到我又要下高雄，马上就很生气的说：“你又要去高雄，又要出去，你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一下子台中，一下子高雄，你有需要那么忙吗？一绝缘有那么有需要那么迷吗？还讲了一些，我也忘了，还好还好，我的记忆不太好。我只记得我跟他讲说，因为是临时的，一定是有事才会临时的，我又不是去做坏事。但是我讲的话他都不听，所以我就不说了。听他在念我，我心里就在想还债还债。还债 因为师父上人说过，不要对立，不要争辩，他念就让他念，等到他不讲话后的过了十分钟，我就厚着脸皮跟我先生讲说：“那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几点几分的车票到高雄？”他停顿了一下，也不说话，就拿手机订了两张了。<laughs> 因为我不会用手机订订票，订完之后才跟我说。 明天一定要拿，不拿就取消了，因为后天就要下高雄了。我就跟他说好，谢谢。隔天我去买菜回来的时候，我想我在想说，我先生应该还是不高兴，还在不高兴，因为照以前的惯例，应该还会生气好几天。所以我也没跟他讲话，给他烧掉红台妹。所以经过他旁边要去厨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拿车票要记得带身份证哦。我先生讲话的口气很好哦，不像是在生气，我就说好，谢谢。我也没再说什么，就去去厨房忙了。但是那天晚上说的话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我不是在生气，只是感觉要怎么让我先生明白一些事呢？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太好，所以我打算是用写的。所以当天中午吃完饭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先生，大意就是说，诶、哎，家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夫妻两个共同拥有的。夫妻是互相帮忙的，也是要互相尊重的。我就讲，你不觉得我自从听了一觉缘师父上人的法后，我变了很多吗？我现在的言语、行为、举止，你不觉得跟以前不一样吗？ 还有我跟妈的互动，之前跟现在差那么多，你都没发觉吗？而且你叫我做什么，我都说好。我有说过不好吗？现在家里的氛围，你不觉得改变了很多吗？以前是什么情况？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比较没有再生气了？气氛是不是比较变得比较好了？你说我对一绝缘很迷，请问一绝缘有教我做坏事吗？我们的家庭变得这么好。 小孩也很乖，我也每天过得很开心，也是师父上人教出来的。我有变坏吗？我有变不好吗？你是应该要支持我的。还有还有写了一些，我也忘了，因为当下是一股气写的。我只知道最后我谢谢我先生这阵子辛苦了，也谢谢他帮我，我也很感恩他，我也写感恩他。结果写好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他哎。欸 你要坐捷运哦，从捷运上去就是台铁哦，在柜台上跟他拿票就好了。口气好好，哦，我害我都有点点吓到。后来他口气变好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这封信到底要不要给他？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要准备放在他的床头柜啊。结果他的态度变得那么好，我又想，刚刚在信里面我有没有在骂骂他，在写他的不好？ 因为写完了马上就忘了，那是一鼓作气写的，又写得很顺哦，五分钟就写好了。我把当下有想到的就写，但写完我就马上忘了，所以我先生的态度变好了，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因为人家只要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只要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忘记他之前对我的坏了，又不能当他的面把这封信打开来看看有没有写他的不是。 所以我马上就把信拿到我的皮包放，我想着说，在做捷运的时候再看看我写的什么，再决定要不要拿给他看。后来我在做捷运的时候看那封信，还好没有写他的不不是，也没有骂他，我就决定要回来的时候就拿给他看。拿回来车票的时候，他还在客厅等我。回家后，他才去睡午觉。那封信我是到了四点多才放到他的床头柜。 没多久，他就进房间了。他也看到了，但是他出来，他不说，也没有不高兴。那我也没当做那一回事了。到了晚上，我要开电脑要校对的时候，本来我先生跟我婆婆是他们两个不是很赞同我晚上开电脑校对，因为我都是在我家的大茶几上放笔电，那里校对，因为我没有书桌，那个大茶。 机放笔电也占了一一大半了。那晚上我先生都会在茶几上用茶盘帮我女儿洗保温瓶跟筷子，而且那个茶盘很大，几乎占了一半的大茶几。所以每次洗保温瓶的时候，我就要把笔电放到很旁边，怕阻碍到他。总归一句呀、啊，就是当时他都不会给我方便就对了。但是自从我写了那一封信之后啊，哇，差好多、哦。 我在想说，应该是我写那句话，你应该要支持我。在晚上我洗好碗的时候，要开电脑看到大台机上面的那个保温瓶都都已经洗好了，而且放在最旁边了哦，变成我的我的地方很大了。所以说，啊也不会不高兴，说我开电脑要要做校对的事，已经是无言的接支持我了，也非常感恩他了，真的。我先生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 到现在为止哦，还是一样，给我很很很大的方便。那为什么我婆婆跟我先生反对我晚上开电脑？他们认为我很明，因为在早上买菜回来的时候，在备菜的时候，我就会用耳机听师傅上人的法。中午一点到四点又在图书馆校对，晚上又在开电脑也在校对，整天都是在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不了解法，就是要每天不间断的熏修。他们对法不懂，也不愿意去了解，所以认为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已经很久了，怎么都不会停止，也不会腻呢？但是我觉得师父上人的法对我很有用，也帮了我很多忙，让我从最痛苦也最绝望的我，变成了每天很开心的过日子。 所以每天中午要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喜悦，因为又可以接触到师傅上人的法。现在我就是白天中午一点到四点去图书馆校对，晚上七点多到十一点，我还是在校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校对，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校错字，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也很高兴别人纠正我的错误，因为表示我又懂了一些啦。 正确的字，因为有时候同音不同字太多了，有时候又有盲点，自认为是这个了，所以就会有盲点的出现。像前一阵子，因为自己的观念行为在校对时产生了错误，以至于让我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顺遂，也连续好几天都在做校对的梦。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我就开始反省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哪里出问题了。 师傅上人也时常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只要你的周遭的自信境不如意，就表示自己本身有问题。后来找到了问题点，也知道自己辜负了师傅上人跟师姐，枉费我学法学了那么久，结果还是用着自己的习性在运作。师傅上人也跟我说了，结果还是没有真正的落实。当下那天，我就开始忏悔。” 枉费师父上人跟师姐对我的好，对我的期望，真的很对不起。后来我就调整了自己的观念、行为，也不要想太多，就是做就对了，认真的做。现在慢慢的又把之前的感觉找回来了。所以师父上人时常在劝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落实正法。只要你不落实，因为自己本身的累劫累世业障跟习气太重了，如果没有照着正法去落实， 一定会出错的，我就是这样子轻忽了，所以那一阵子真的是不好过。从我学法以来，第一次这样子，真的是很难过。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在警惕自己，不要再犯了。虽然说校对对我，对我来讲，我还在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是以前还没有学法时，我一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知道，我只是一个高职毕业，我对字的认知有限，我不像很多师兄师姐都是专科、大学、硕士毕业的，我会对自己产生自卑。所以，如果是以前，我不会主动做这个校对的事。真的比我能力强的师兄师姐太多太多了，真的做搞不好我就是那个老鼠屎。但是很奇怪的是。 自从学法后，在两年前，我就会想到要做这个校对。还好师父上人也从同意了。但是我是一个电脑都不会的人，我要怎么做呢？首先，我就开始找住在台北的师姐，因为我要学电脑嘛，当然住在台北会比较方便。后来想到了金凤师姐，我就先问金凤师姐愿不愿意教我。其实我有一台笔电，我只会开机、关机。 跟我女儿帮我设定好的网址，我只要看影片而已。所以我只会简单的注音打字，其他的都不会。还好，真的非常感谢金凤师姐愿意教我。所以金凤师姐花了两天的时间，让我学会了注音打字，及怎么用符号，及机妙收信回信。只要能够运用在校对的运作，金凤师姐都教我了。 所以我就开始我校对的事了。刚开始校对，说真的，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自认为我已经学了那么久的国语字了，怎么还是会弄错？那时候真的很惭愧，对字的解析度不够，而且那时候对师傅上人的法又不是很理解，所以没有办法去去意会师傅上人的法，当然字也会校错。 所以之前有一阵子没有在校对的时候，我就把《名觉讲记》的一些佛言佛语啊，我就把把它抄下来。因为有些佛言佛语的字跟一般世间人的字有些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当时试测的《名觉讲记》，那时候只发行试册，所有的佛言佛语全部都抄下来。 即有一些四个字的成语啊，或者是两个字有比较同音不同字的字句子，我都先抄下来，因为我还有很多不懂的，也要学的很多。而且那时候我还是很喜欢校对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能力还是不足，所以在那段没有在校对的日子里，我赶快的充实自己，也改变了对校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前轻忽了。 以为就是自认为是这个字，那当然一定是错啊！师父上人常警惕我们，不要有自认为的心态，所以把自认为的心态跟态度调整好，重新再出发。后来在校对时还是有错误，但比起之前已经少了很多了。但是我还是要克服自己，把这个错字能够降低到最低点。 在这里很感谢一些师兄师姐之前的帮忙，因为之前不会查手机，也不会查电脑，所以很多都请一些师兄师姐的帮忙。谢在这里先跟你们说一声谢谢，真的很感恩。在这里跟各位师兄师姐分享我，我从去年开始我在交对的时候。 听师父上人的法，又一直重复在校对的时候，就突然间懂了师父上人的法了。哦，原来是这样，以前不懂的，突然间就懂了。从去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出现这种情形，觉得好不可思议哦，怎么会有这样子？而且是隔没几年就出现这样子，让我有这个小领悟，能够明了师父上人的法，真的是很神奇。所以从去年开始。 师父上人在讲法时，我就比较能轻松地听懂师父上人的法，不像以前似懂非懂的。所以之前师父上人上课时有说过，在做明觉讲记时，只要用对心的去做，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真的是这样，师父上人的法真的是具有神奇莫测的能量。在这里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我的经验，嗔恨心。 记得当时我家老二考高中时，在考完机测的当天，我就发了很大的脾气。师傅上人就说：“发脾气是修行人的大忌，没有错。发脾气不只是不好，而且也把身体搞砸了、搞坏了。以前的怨恨心长达十五年，那十五年真的是很不好、很不好的能量，把我身体弄得非常非常的糟，到现在还在修复当中。” 大病已经没有了，小毛病还有一些。师父上人说过，嗔恨产生什么？产生毒素。所以一个人容易发脾气的人，嗔恨心重的人，他的身体就比较多病。那比较多病从哪里来？从毒素的产生来。那个毒素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一种分子结构排列组合失衡产生的一种叫做毒。 那影响到我们的色身，叫做物质，我们就会有生病的这个意思。那怎么对自嗔恨呢？既然嗔恨是毒素，我就喜悦啊，常常展养喜悦的心、欢喜心、慈悲心，你的嗔恨心就淡薄了，自然身心就容易健康回来了。所以从我第二次跟师父上人学谈后，我就没有再发。 生气了也没有发脾气了，但是之前所造的业力也要去承受。在去年的过年前两天，我在炒菜时突然又心痛了。我那时候想说，看会不会等一下就好了，因为他的痛是轻微的、轻微的，就慢慢、慢慢、慢慢，结果是越来越痛。到炒到最后一道菜的时候，我本来想请我婆婆帮我炒，但我想想。 应该还可以把这道菜炒好。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女人做妈妈的忍耐度是很够的。结果还没炒菜的时候，还在热锅，我就越来越痛了。这时候我就想到阿弥陀佛，因为我想说，如果要走了，至少嘴巴也要念阿弥陀佛。结果还是好好好痛哦！突然间又想到金灵师姐之前有说过她的朋友。 在生产危急时念师弘胜师父上人的名号，就度过了难关。想到这里，马上的念师父上人救救我，弘胜师父上人救救我。各位师兄师姐们，你们知道吗？当我那那时候我已经痛下弯下腰，因为没有办法站直了。结果一念师父上人的名号，不到三十秒，马上就不痛了，好神奇哦！ 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我痛是慢慢慢慢的，那你说不痛的话，是不是也要慢慢慢慢慢慢不痛？他是不是哦？练完马没多久，马上一下子，马上就是不见了，好好悬哦，完全都没有痛的痕迹，也看不出来我刚刚有在痛的迹象，真的是好悬。我跟我先生讲，他说看不出来我刚刚有心痛的样子啊。他说已我说已经因为已经不痛啦、啊，跟平常一样。 他还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检查看看，我说不用了，都已经不痛了。这是第一次的心痛，第二次的心痛是在时间点刚好是在农历大年初一晚上七点多，吃完饭后在客厅上坐着，没多久又开始痛了。这一这一开始痛的时候，痛得好厉害，马上就弯下腰了，因为没没办法坐也没办法站了，都真的是太痛了。我现在就。 带我去医院挂急诊，当天急诊室很多。我去时还排着第四个、第五个。我那天痛到坐着也弯着腰，没办法坐正。等到轮到我的时候，护士小姐看我说没办法坐正，马上就安排我照心电图啊、抽血啊、照 X 光。结果从痛到照 X 光好，已经快三十分了。那时候我的痛也好了，不痛了。 结果检查出来，报告出来，跟之前三年前一样，都正常。这是第二次的心痛，第三次的痛是在年初六，等于我在九天之内痛了三次。这次的痛是我先生不在家，他去朋友家，我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痛了。这次的痛没有像第二次一来就痛的要命，这次的痛是比上次还轻微，所以说我就忍着。 因为我想到每次去医院都检查都都是正常的，我就不想再去医院了，所以就尽量忍。而且第三次痛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它只有一下子痛的时候是一阵子一阵子，它只有痛五分钟，啊，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厉害。所以都六的那天晚上，我从九点多陆续痛到十一点多才好的。而且那时候我坐在客厅，我婆婆还是坐在我旁边。 我们两个在看电视，我都没有让他看出来我在痛。有时候痛到弯下腰，也是一下子马上就坐正，没有让他看出来。师傅上人说过，只要医生或者是仪器检查不出来的病因，就是业力的问题。我想也是，之前累积了太多的怨恨了，都是错误的，都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业也要自己受。所以在痛的时候。 心里就在想是在宵夜，所以在那天初六痛完之后，我自己当下就觉得不会再来了，而且是一阵子不会再来。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来。上次在法堂的时候，师傅上人就说我这个是要好的征兆，以后也不会再痛了。我知道这是师傅上人的加持力帮我的，真的是非常感恩师傅上人。那为什么会有的人可以得到加持力呢？ 有的人不能得到加持力，加持是他力运作的，加持会加作用越高的时候，也就代表这一个被加持的人智力越精勤。这两个关系要去明白。我们智力成长十分，佛菩萨就加持十分；如果我们智力二十分，他就加持得上二十分，以此比例等量提升。 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真的是不解其意。我有时候在客厅坐着看电视，我就会看到我婆婆，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之前会对她产生那么大的怨恨，而且一怨恨就是十五年，真的想不通。但是我看到她的脸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我对她现在的恨怎么找都找不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 都感觉不出来，我有怨恨过他。十五年，就像船过水无痕的意思，也就是根本就想不起来。也之前有有怨恨过他，而且还怨恨那么久，很奇怪。比如说我们在气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说也会有印象，但是对怨恨婆婆这件事情，怎么连个印象都没有，都不存在了，真的很悬。而且又是十五年那么长的时间。 后来在十一月份时上了凡世训课时，这个答案在小严老师那里得到答案。小严老师有讲到类似这个问题，也就是师父上人的加持力，让自己能够放下，放下束缚才能解脱。师父上人真的是很慈悲，总是为我们着想，帮着我们。谢谢师父上人。说到小云老师。 各位师兄师姐，如果你没有参加过了凡四训的课程，就亏大了小云老师的课真的是很棒，很有 feel 哦，里面的内容很精彩，很生活化。来上课真的是赚到了，不来听课真的是损失哦！感恩师傅上人安排了了凡四训的课，谢谢。在有一次上了凡四训课的时候，刚好师傅上人也也来听课，在今年的一月份。 课后，小云老师就跟师父上人跪拜顶礼。当下，我平常心真讲真的，我真的很想跟小云老师一样跪拜，跟师父上人跪拜，但是后来还是没有。结果后来回到家里，在洗菜的时候，我脑海里又想到那个画面，突然觉得师父上人讲的要深入，要深入，以前只知道表面上的深入。 但是要真的进一步的更深入的时候，总是捉摸不到，不知道要如何去更深入。所以在洗菜的时候，才突然想到，深入就是做啦，当下你就是要做，没有迟疑了，你做了就是在深入了。所以当时好后悔没有跟着小云老师跟向师傅上人跪拜顶礼。后来在炒菜的时候，突然间又冒出来。 哦，oh, 原来这个就是师父上人时常讲的诚。你有一分诚敬，就得一分利益；你有十分的诚敬，就得十分的利益。以为以前以为自己对师父上人的诚敬是有的，但是小严老师的动作，突然发现自己是连一分诚敬都没有。因为我当下我没有做，但是我虽然我没有做到，小严老师这一个动作。 却让我知道了做到跟沉浸这件事了，真的很感谢小严老师。所以说上了凡四训的课，你铁定一定会有收获、哦。放下，我以前未学法的时候，个性很容易会想很远，就是想到以后怎么样啊？今天都还没有过完哦，就会想到以后要怎么样啊？或者是担心以后会怎么样？ 也就是说，先烦恼再说了。有一句话就是自寻烦恼。我以前没有学法的时候，就是这种个性。比如说，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我就先烦恼要怎么带小孩；小孩出生后，我就先烦恼小孩子不晓得会不会让我带出什么样的小孩。等到小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也会先烦恼小孩如果得遗传到我的基因，就是不会读书了。 而成绩不好怎么办？而且我家的老大的大女儿的头也被我带到后脑勺扁了一边，因为小 baby 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带小孩，也不知道小孩子的头要左右睡，不能单睡一边，结果我女儿的头扁了一边，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带，也没有人跟我说，所以到现在我都很自责。当那当时我就在想，糟糕。 万一他的脑袋也歪了怎么办？哦、oh,，那时候每天都是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都在想这些有的没有的，还没发生的事情，我就先烦恼了。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安全感，也每天都在自寻烦恼。这是我还没有认识师父上人，每天都过着没有安全感及放不下的心，真的是很烦恼、忧虑、牵挂。 再加上婆婆跟先生的关系，所以天天都在坎坷不安的心过日子，没有办法放下心来。师父上人曾经说过：“放下是你愿意抛弃过去的成见跟固执，放下并非放弃不管事，而是放手不执着己意，接受、接纳所有的发生。”而且师父上人在法堂上也常常开示，讲放下即得。 放下什么？不是放下外在的人事物，是放下我内在的执着、分别、妄想、贪嗔痴慢疑二见，也就是放下自己的错知错见，放下自己的妄念，通通放下。还有讲到放下，就是要做到做到不被这些事干扰我们，来让我们牵肠挂肚，让我们痛苦人生。 做到这件事情叫放下，所以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喽。我已经听师父上人教导，也不再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事来就尽力做到圆满，把握今天，不再想以后怎么样，也不再自寻烦恼了。每天过得很充实，要活在当下。还有朋友，我以前还没有学法前，有跟两个两位小孩同学的妈妈。 因为小孩的关系，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也就是这两位妈妈陪我，让我过着比较好过一点。你们也知道，我以前是天天不想待在家里的，所以我们三个人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去。我只要想到不要待在家里，我就很兴奋，因为不想看到不想看到的人。所以大约有十年了、哦，我们三个几乎每个星期。 都会聚在一起。以前我都会想说，我们三个可能到老也都会应该会这样，友情也会不变的。但是自从听了师父上人的法后，我觉得很好，很棒，也把师父上人的正法分享给他们两位听。但是各位师兄师姐应该知道他们的反应了吧？他们就觉得我明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佛法就是教育。 以为是一般的佛教，后来我只跟他们讲，我觉得我比以前不会怨恨我婆婆了，而且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不是迷，而是我得到了印证，我印证，我证实了我的人生，因为听了正法而改变了人生。我只有讲这几句话而已，我就不说了。而且以后的聚会，我也不再提正法的的事了。有一次，师父上人在法堂讲法时。 师父上人曾说过：“你的能量提升了，你周边的朋友因为没有在学修，所以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而且不是你刻意的哦，而是自自然然就疏远了。”真的，师父上人说的真准。我以前认为是朋友，你们找我，我就跟你们出去。但是他们讲的都是以前我没有学法师讲的一些是非人我，以前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哈拉一下。 在讲这些是非人我，所以以前真的是在靠造口业。但是现在只要他们讲一些是非啊，或者是批评别人的时候，我都不说话，我都静悄悄听他们说。但是心里想，怎么都说这这些，我以前也真是不对，跟着他们一样说这些是非跟批评人，而且自己也没有做好，所以现在我都不主动约他们出去，只有他们来约我时，我才出去。 以前是每个星期都出去，渐渐的隔了一个月才出去，再来三个月，再来半年，到了去年只出去两次，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我的心也不像以前喜欢出门了，我的心没有变，我还是把他们当做好朋友，但是现在就是不会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出去。以前的我是每天都不想待在家里。 现在的我是每天都要都想待在家里，不想出去了，真的是落差好大。曾经有些师兄师姐问我说，为什么会改变了那么多？跟为什么会对婆婆的怨恨十五年而归于一五。其实很简单，第一，因为师父上人的法真的是很棒、很好，让我很欢喜。而且师父上人说过。 改善人生靠自己就可以了。当然我听进去了，也是了，也真的是改善了我的人生。第二是我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生活了，那是真的是很痛苦的十五年，每天都在怨恨、不开心、不快乐，每天都很物质，跟家里的人又处处看看他们不顺眼，当然他们也看我不顺眼，所以让我要改变自己，也就是我不要再痛苦。 那怎么做的呢？首先是师父上人教我要用包容心去包容他们。刚也刚好刚看到那个 DVD，那时候时间点也刚好 miss 到了，所以就放下对他们的怨恨了。再来就是改变自己，怎么改呢？从遗无色、柔无声开始。以前讲话的口气很冲，因为心里不高兴啊，所以讲出来的话也没什么好话。 当然，口气也好好好不到哪里。<laughs> 因此，我就从讲话口气要好，即改变脸色，用笑脸迎人，不生气，不怨恨，从这里开始改变。再来，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改善？以前我跟她很少讲话，一讲话口气就很不好，所以我现在跟她讲话都是先用聊天式的，一天只有几句话而已，慢慢的在变多。 现在我婆婆她自己也改变了自己，讲她讲话的口气也比较好了。师父上人常常讲，要改变自己，不要期望改变别人，改变自己是最快的。所以从改变自己的讲话啦、口气呀、啊、脸色柔和啊，跟婆婆过着和平的相处，我也都不再生气了，也不会发脾气了。所以很快我们就改善了家里的情况的气氛了。 再来就是要每天一定要熏修正法，如果没有每天的接触正法，很容易很快的就会退转了，而且那个习气就又回来了。所以从我改变了我自己，每天又不断的听师傅上人的法，已经好几年了，所以我不会再回去了。过去那段日地狱般的日子，我回不去了。所以要改变改善自己的生活，很简单。 就是改变自己的个性，个性改了，你的人生就改了。还有一个意念，从听师诶《太上感应篇》后，再加上师父上人曾经讲过，意念只要你的意念是恶的，即便只是想而已哦，没有做出来也是恶的。所以，我从两年前我就开始训练我的意念，不要想恶的，都想好的。 刚刚开始好难哦，一天当中好多恶的念头出来，我很压抑自己，怎么有那么那么恶吗？<laughs> 那么坏吗？竟然有那么多恶的念头、欸，哎，好恐怖！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想恶的，要想好的。所以从我一天很多的恶，到现在到渐渐很少，也花了一年多了。我真的是很很很很很笨，真的是要慢慢慢慢的。 才才能改改变出来，到现在就比较少了，但是偶尔还是会冒出来，我就赶快想好的，或者是念阿弥陀佛，这也是师父上人说的，要训练。我从我觉得从我开始改变自己的个性之后，跟意念的时候，我的人生一年比一年好哦，身体也一年比一年好。 而且每天过的日子都很顺哦，很奇怪。以前过的日子时常很不顺，不快乐，有很多的阻碍、障碍。现在很很喜悦，很快乐，几乎都没有什么障碍了，都很顺，很顺，很奇怪，好悬，真的。所以跟师姐、师兄、师姐分享我，我学法真的是可以改变人生，真的是可以很喜悦的过日子。当然，这个是。 对师傅讲是这个不就近，但是也是要我从好的生活品质之后再来谈进一步的学修成长，这个是我跟各位师兄师姐分享的。再来分享我每天早上备菜的时候听师傅上人的录音笔法，我每天每天的每天都在都听不同的，因为每天都会换嘛。后来到我一个月上个月。 月初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冒出师傅上人说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还有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很不容不想重复。突然间冒出我这边的呃的头脑，我就觉得说重复，大家都不想重复。那是不是我来重复一下？每天都是重复听师傅上人的法，都是同一篇。 我从上个月就开始连续听十天的十二月份师傅上人的法，差好多。那个每天都有每天不同的领悟到。我从那天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哎，今天听的，昨天怎么没听到？再隔一天听，哎，前天跟昨天怎么这句话没有听到？而且这句话都是对我自己很有用的。 我就是每天这样子，一天这样子，一直一直在在那个，都每天都有不同的收获。哎、欸，希望你们自己比我好，应该是有更有更有很多的收获。再来就是事物上人的法语哦。第一，我们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谦益这个东西就起不来了，谦虚啊。所以谦受益，满招损，他就受不了一切的益了，一切的美好了。 就没有了。第二，假如你希望周边的人变好，你自己就要先变好，就这么简单。若我没有改变改善，却希望周边的人变好，那是不可能的。第三，长时熏修就是我们要一直修，一直修，让我们没有时间去起心动念那些坏的念头，我们就会一直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的曲线。 就会上去的比较快。第四，为什么过去无失，来者可敬？你不管身心的健康问题，还是你事业的问题，到今天做一个了断，不再去想那些负面的，你未来很快就太旧换新一个人生了。第五，我们人为什么明知道有一些正确的道理，而很难太旧换新呢？因为我们缱绻情怀。 我们把过去这些负面的一直扒着不放，即便你有想正确的，你这个错误的总和还是大过于正确的，所以你很难去改改善的原因。第六，问题要改善，一定要自己做，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做了之后是谁过着幸福美满的人，也是自己。第七，凡是来到这边，都是一种助力。 不管他是善缘、恶缘，总之有智慧的人，他一定都会变成善缘，逆缘也会变成真逆真善缘。第八，懂因果的人绝对不敢走走因果漏洞，因因为因果完全没有漏洞，所以一个人要真正学习成长，必须从这一个因果的态度去理解，理解前世因，理解后世果。 这些理路其实不难，只是存乎一心而已。第九，佛是觉悟者，智慧嘛，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有真实的就近圆满的理论方法。你只要照着做，拿掉我们的，我认为这个，我认为的都不对，拿掉，你把佛接进来，装进去，你照着做就好了，又简单又愉快。 事半功倍。第十，因为我们不觉悟，所以我们对人生的理路看错了，就有错误的对待。错误的对待是因，错误的果报就是果。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不容易有真正的幸福美满的人生。第十一，我们只是需要知道正确的方法，接下来是透过我自己的努力。 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落实，我自己开创出来我自己的幸福美满的人生。所以感恩，一味感恩。如果我们如果说比较傻，什么都不知道，就很简单，就凡事感恩就对了。第十二，要怎么真正明白不执着？你得要不间断例行，一直做，一直做。有两个行动，固然是可以解，也是做解行。 解行解帮助你行的深度，行的深度帮助解的深度，两个互为因待，互互相帮忙。要不然你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名。这个行很重要。那行是不是行的很多？不是。解是不是解的很多？通通不是，是解的很深，行的很深。 不是很多，这么一来，我们对放下执着就越来越清朗了。学佛一定要学他的真理。第十三，你只要有一个脾气，你就是在杀业，发脾气就是杀业，这是心法的。你只要你都没有对外杀害一个生命体哦，你自己发脾气，你已经是在杀你的细胞了。一个憎恨，你的细胞会产生毒素。 坏死了！你的细胞也是众生，所以佛佛家告诉我们，真理是非常细微的。第十四，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学？理路要先明白，原来我的问题是这样来的。你那时候不抱怨了，从不抱怨开始，调节自己的心。你只要有清静，一个人有清静，他就不会发脾气了，他就不会恼怒烦了。 因为心是根，要解决要从根解决。第十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整个万事万事万物就是一场大梦，要在这个大梦醒过来，所以没什么好计较、好嫉妒、好执着的。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就是不要被再被这些假象牵引我们的观念，我们自己要积极的努力去修身修行。 当你修仙时，自己的能量转化了，你会遇到不好的所有的冲突跟障碍，你你就会遇不到了。所以你就知道，天底下只有一件事情最积极的，什么事情？就是改变自己。你要改变自己是最积极的事。第十六，你如果没有回归到自己的改个性，你谈不上忏悔。我们都在假忏悔。 假忏悔是不可能把业障消除的，只有真忏悔才有办法。还有让，师父上人也常常提醒我们要让，让就是没有我，那没有我，你就自自然然没有执着了。所以秉持一个让的哲学，人生自自然然就会和谐回来。那么让尽天下，我们就得天下，是你让了，让人家感受到你的诚意。 然后你的自限镜也就化解了许多这些灾难。那么灾难是从我们内在起用，人祸当然肯定也是啊。跟大家分享，我前三年在图书馆四点钟要回家的时候，因为我我都是骑脚踏车，刚好骑到蔡老师家旁边有个小小的十字路口，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放大镜，可以看到左右旁边两边有没有来车。 我那天骑车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看到放大镜那边都没有车。我那时候速度差不多两三秒就到路口了，但是我到了路口的时候，刚好一台摩托车也到了，就很奇怪，就好像突然间就到了，就碰在一起了。对方是女生，手上还叼了一根香烟。我们车撞在一起的时候，同时我们两个都跳下车，所以我们的车都倒了。 人都好好的，<laughs> 当下我就马我就马上问他，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对方马上就说要找警察来。我说好啊，没有关系，你找警察来没有关系。我还问他说你有没有不舒服啊？他都没有回答我，一直强调说要找警察来。我也都跟他讲好。那旁边有一位大叔看不下去了，就跟那位小姐说。 你自己骑得那么快，这里有个小路口，你也要放慢速度啊。结果你还是骑得很快。如果你没有受伤，那就没事就好了，就回去了。说完，那个小姐也没有意见，她就把摩托车扶正。后来要骑的时候，没办法发动车子，刚好那位大叔就说：“因为刚刚倒下去，里面还没有恢复正常，要等等差不多两分钟就好了。欸”哎，真的是隔没多久，车子再一次的发动就好了。 那位小姐也没说什么，就骑走了。后来我把脚踏车扶正的时候，刚好我的 DVD《太上感应篇》掉下来了，也破了壳。那时候我心里想：糟糕，才看不到二十天就破了，不知道里面还能不能看。因为那时候我的功课是看《太上感应篇》，后来才想到说：糟糕，电脑不知道有没有坏，摔坏。想想算了，坏了再买一台好了。 我那时候就比较担心 DVD 能不能看，隔天到了图书馆看 DVD，哎，还好一切都正常，电脑也很正常。真的是师父上人说的，你不要去跟别人对立争辩，要懂得让，很多事情都可以化解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在我看完《弟子规》半年后，师父交代我的功课的时候，因为刚好看完整整四十集。 后离跟师傅上人碰面的时候，好好像还有几天，我心里想说，趁这几天我就来看别的好了，因为之前有看刘素云居士 DVD 的时候，他有提到《无量寿经》，我心里就在想，来看看《无量寿经》是在说什么，因为好奇嘛，所以我就把 DVD 拿起来看看，一天隔天好像又看《十三夜道今第三天又看别的，我已经忘了，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梦到师傅上人叫我要一门深入，太厉害了，连我没看功课《弟子规》，师傅上人都知道。后来隔天我就乖乖的在看《弟子规》，那些《无量寿经》《十三夜道》也都没有再看了，冷冻起来了。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再看别的，因为师傅上人没叫我看。所以师傅上人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真的很重要，也讲过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是所有事出世间任何一个法门成就的先决条件。不管是上根、中根、下根的人，就是靠这两句而已。任何法门都平等，可是没有这两句，没有一个法门可以成就。还有师物上人讲要怎么教小孩，那得要从我们自己教起。所有的人都一样。 不管你现在小孩长大了，还是小孩还小，还是还没有结婚，未来有想要成家的，要想天伦之乐的这一种憧憬的人，就要好好注意你自己调好了没？也就是说，你自己修好了没？如果你自己还没修好，这些最好都不要想。那不要想，有时候也会遇到。那么你想的时候，这时候叫做妄想，妄想常常感应到的都不是。 你如意的。那对待小孩，如果你有修耻，你自己的正量越高，你引导他就会越轻松，你的感受就会越轻松。也就是说，你会觉得你的小孩越听你的话。所以师父上人常常提醒我们：一报随着正报转，你正报的因把持住了，你这个正报的能量就找回来了。 那震爆的能量强过你以前跟小孩子业力的时候，强过了，你就能影响他了。你不发一语，你都可以影响他。这是佛法的妙招，这也是大自然正常之道。一般讲叫做真理的现象。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怎么教小孩了。我之前因为没有学法，把自己认为教小孩的那一套用在小孩子身上。 结果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养了一个养了一言九鼎的小孩，以前都只知道要教小孩子用功读书，要考前三名，不然我就生气。之前的教法教出了事事都要跟我反对，事事都不听话，到最后我讲一句，他回了好几句，母女间的关系变得很紧绷。但是学法后，我很后悔以前的做法。 也因循着师父上人的教导，先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了，小孩一定会改变，因为医报随着正报转，真的是这样哦。后来我也没有再教导小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很奇怪，从我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就不知不觉也改变哦，真的是让我很压抑，所以听从师父上人的教导。 我们要改变小孩，一定要先改变自己，因为医报随着正报转，一定要自己先度，才能够去改变。请问你们有没有发觉我有没有发抖？<laughs> 没有了哈、哦，好神奇哦！我那那次在台北一月六号的时候，我一上去讲没几句话，我就在想说：哎，我的发抖呢？怎么不见了？ 你们应该知道，我七月份在，哎，学会的时候上台讲五分钟，嘴巴也抖，手也抖，脚也抖，什么都抖啊！我都奇怪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在想说，一月六号法堂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应该也还是会发抖嘛。我就在想说，我要跟发抖共存了。哎，结果没有，没有发抖。今天刚开始稍微有一点点，现在都不会，很奇怪哦。 这个是师父的加持，不是很奇怪。从我认识师父上人，跟听师父上人的法后，我的人生真的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了，应该说是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了，完全改变了。我的前半生，在还没有遇到师父上人的时候，是我最痛苦、最极端的不安，也是我最怨恨的人生。 是师父上人的正法解救了我的人生，使我从地狱般的日子拉拔起来，而且身体也越来越好了。从小我都以为佛教就是去庙里拜拜啊，求佛菩萨保佑啊，根本想都没想过佛法就是教育。而我以前所有的观念、思想、行为，都自以为是对的。师父上人说过，自认为都是错的。 而且了解上阵法之后，才知道以前造了多少的业，真的想到了就就会错了一所以现在都听从师父上人的教导，不要跟别人对立，要让人家对我不高兴、生气、不满意，都当作是我以前也这样对待人家。现在我当我都是当作还还在想，就比较舒坦了。而且自己的环境好不好？ 都是自己的自限境，自己的起心动念造成的。还有遇到人事物有障碍时，要想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反观回来，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一定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师父上人也说过，改命改运是改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善。错误的观念。 思想行为是因，你修正了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你的命运就修正了。佛法是论实质，不论形式。快乐就是要知足常乐。万法由心造，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最重要的是要修心。所有的万法离不开心。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所以做很重要，关键就是做，方向对的做。在这里真的很感恩师父上人的教导，我现在能够每天过着很踏实、快乐的日子，真的是师父上人赐给我的。没有师父上人，真的就没有我。以前的日子是度日如年，现在过的是度年如日。以前是每天都在怨恨。 现在每天都在感恩，从我第一次跟师傅上人协谈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我每天早晚还在感恩，每天早晚《弟子规》每天都默念一遍。我现在过的日子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很欢喜。再加上每天都在熏染师傅上人的法，想想我现在是有很大很大的福报了。所以，想要改变人生吗？ 你只要落实师父上人的正法，用正确的方法、理论，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哦，翻转人生了。今天讲座就到此为止，真的很感谢师父上人，感恩，也也谢谢各位师兄师姐们参与，谢谢，感恩大家。接下来呢，那我们就一起恭请我们的师父上人为我们做圆满的开示。 那所谓是“天堂有路自为梯啊，学海无涯勤思岸”，哦，所以常常许多在学修的佛弟子，哦，都会在自己的根性上琢磨，哦，然后常常会自爱自怜，哦，对自己没有信心，哦，所谓是我们是钝根的人，下根的人，哦，所以没有人家，哦，学习可以学得那么有效率。 哦，其实这也是自己给自己设下障碍。那么常常在这一类的人里面，也诸多不仅是给自己设下障碍，而是给自己哦开了一个很顺畅的逃避之门哦，那个这个又不一样了哈。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成之在己。哦，那么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捷径呐。哦，假设说有捷径。 在学校道途上，就是老实而已啊。哦，那么一个老实的人，他自然会去脚踏实地。哦，从眼前我们所能理解的这一个部分，想说这个道理。哦，你能所知道的这一个部分，你就去捡起来用了。那么你用了一年，用了两年，哈，用了三年，你还没有机会知道第二条道理的时候，你还是会持续用四年、五年。 哦，六年七年这样下去，那么那后面的新鲜的道理呢？什么时候出来？哦，其实是在你这一个运作这一个原来的道理的同时，你也就知道了。哦，这个是所谓老祖宗教育我们的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为什么透过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哦，可以让我们最后？ 理解到所有万事万物的这一个所谓的理则，老祖宗在这两句话后面又补上一句结果，结果就是所谓的触类旁通，哦，接触而已，哦，触，只轻轻的接触到哦其他的类别的时候，我们其他类别的也都会通达无碍，哦，这是一个生命的本来的状态，哦，不是谁设定下来的，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哦。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古斯大德为我们印证到的生命体系里面去知道这一条理路，所谓是何其自信人生万法嘛？哦，既然所有的一切万法万象都是我们自信所生所现所变，哦，那么我们当然就有办法去理解到所有的一切万事万法，哦，只差于说你的理路。 对不对而已？好，比如说从圆心直通所有的圆周的任何一点。哦，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回到圆心，我们要通一切圆周哦，这个面的所有的一切点的时候，是不是很不容易？在这个这个圆周的球体的表面绕来绕去，你常常就会错失哦，你绕到了一点，错失了其他点。 哦，错错失了恩典，可是偏偏有一条捷径，就是你直达圆心就行了。直达圆心，每一个点都跟你紧密的牵系了。哦，那么这也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因为杂念纷飞，所以透过专一的手段，刚好可以去对峙。哦，这也就是这一个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的立基点。 哦，那么在谁可以不用这样子？也就是一般佛家讲的开悟的那一种人，哦，已经开悟了，哦，那么开悟的人，他那时候就是触类旁通的这一个阶段了，哦，一碰到你就知道，那么他也许要去面对生生世世，哦，在未开悟之前，哦，跟那个时代。 哦的众生所结下的这一些业缘，而有一种所谓的回馈的一种机制，那么这个回馈就是佛教在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哦，那么这个无边誓愿度，你既发了这个愿，哦，你就必须去落实这一个愿。哦，那么其实这个发也是回复的意思而已。哦，从我们世间人的角度发，好像是往外，哦，其实它是往内去回归回来。哦，那么。 终身门深度，你还得要透过你的一门深入，这个一产生作用的时候，它就是一切了哦。所以在佛家讲的一，是一种全一任一，而不是单独的那一个一哦。那么偏偏我们的手段又要从阶段性的单独的一开始去训练哦。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在在处处，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定。 哦，越来越不杂哦，是这一件事情。那么你的心专注到极处，清近到极处，你就回归了自信了。哦，所以在那时候触类旁通哦，是必然之事。所以在学修的道途上，哦，不走冤枉路，就必须要秉持和老祖宗所教给我们的。那么这个也不是谁的专利啦。哦，这个是世世代代哦的所有的成就者的。 方便的路径呐、啊，哦，所有成就者。可是我们现在的学习者在理解过去的这些股市大德的成就，很多都不太理解这一段，因为常常他们在成就被记载下来的都是他成就以后的事，哦，还有比较少他成就的这一个心路历程，哦，那么有时候我們有记载下他的心路历程，我们看到一半，我们也就不想看了。 好、哦、那那我们也断掉了他全部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就会照着自己的意思。那为什么不想看？因为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的劣根性、惰性相对来讲太辛苦了啊、哦，所以我们宁愿不想去面对它啊、哦。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习气作用啊、哦。那么我们也知道什么叫修行，修行也是就对治我们的恶习气，那培养好的习气哦。那这个好的习气。 培养到极致，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一个完美无瑕的善了。哦，那那个时候也不叫习气了，哈，只是那个时候怎么样的形容词都形容不出来。哦，那么古师大当然也勉强去形容啊。你知道每一每一代的大德，他形容的也都不一样啊。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哦，他在形容这件事情，就是整部《大方广佛华严》 哦，整部《大方广佛华严》，那你看，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这个生命正常的状态。现在有几个人愿意去把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翻一遍，对不对？那翻一遍又不一定会懂啊。哦，我们用不一定会懂是客气说啦，是肯定不懂的，肯定不懂啊。哦，因为它是称性的嘛。那我们现在人的翻一遍，是依我们的习性嘛。哦，啊，习性跟你的自信不相应啊。 所以你得要卸除掉你的习性，你自然回归所谓的你的自信，那那时候叫称性。哦，那你看这么多，有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么多，我们也不想了，对不对？好，不想了。那这时候后来哈，又出现一尊东土的佛，叫六祖慧能，他就用了五句话嘛，去形容嘛。你看人家用了五句话，我们看了还是在那边想半天，那五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什么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对它、啊、本质清净，我现在怎么会那么烦恼，对那我们又用我们的习气、烦恼习气去认知它，所以又不能懂了啊！什么叫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对。啊，我明明在这边生老病死，哦，生老病死，然后世界沉住坏空，那么这个植物在那边生住意灭，明明有生灭，为什么要？你看，又用着我们的这一种望。 启用的境界相的概念，在理解这个真理，你又了了不可得，然后又在想，那什么是何其自信本质具足，本来就完美无瑕，哈、哦，不缺啦，哈、哦，我们用现在的话叫本来就不缺。可是如果不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对不对？那如果不缺，为什么从小家长都要叫我们赶快努力，哈、哦，能够满足，能够。 哦，去取得我们所有一切幸福美满的这个质量，对不对？那表示我们缺呀、啊，对,对？那你看，这又是世间的望尽的概念，要去夺回真理的体性，又了不可得。哦，那么哦，接下来这个都放弃想的嘛？那总之哦，没有把它这既然只剩五句，哦，不像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个大方广佛、啊、言，我们剩下两个还得要在。 再去把它给理解一下嘛，因为简单，对不对？那刚讲到具足，然后又来一个不动摇，那我的心每天都在受人事物的干扰，烦得要死，对不对？哦，那那怎么会是不动摇呢？那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人生万法，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这个也很讨厌去接受啊，对,对，因为如果是我们自信生万法，那我们现在遇到的一切跟我相关的都让我痛苦。 对，那这些痛苦的万法是我生出来的哦，又不肯去承认哦，所以在处处又没办法。那么先走国师这时候又来说啊，既然这样，对不对？众生实在一看到这些表象，就不想去理解真理了。那么他再一次再把我们生命珍藏的现象，最后浓缩成一句话就好了，对不对？刚刚是整部经嘛。 对，然后变成五句话嘛，现在变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自信、亲近圆明体，嘛更难懂，对不对？好、哦，自信、亲近圆明体讲完了、啊，整个宇宙人生真相全部都讲完了呢，哎呀、啊，还是不能懂，怎么办？因为我们从来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对峙自己，就这么简单哦。那对自己什么习气，刚刚讲的，那么。 现在都有学的，也终于知道想要这么做了。可是在，在深根底处的习气又不愿意照着正确的方法，就是刚刚一直在强调的，一，是吧？一门深入，常时寻求这件事情。所以最后又了不可得，哦，所以这实属一种冤枉的生命境界啊！哦，冤枉的生命境界。那么，透过这一些理解，我们就要提起我们的智慧的运用了。 哦，所谓是会者善于了变，智者善于裁决。哦，决策哦决定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世世间人讲的选择，我们要选择的对。哦，那么对你自己的生命，你更不能选择错。哦，你一选择错了，你生生世世也就什么六道轮回，求出无期。哦，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还是做人的原因，也就是。 我们生生世世都抉择错了，我觉得错了，好像都在赌的，哈，用赌的，赌博嘛、哦，啊，你们知道十赌九输嘛，哦，那会对的那个是东家嘛，对不 <laughs> 对？对呀，那个对吧、啊？人家都几率算的好好的，我们只要去拉斯维加斯赌城，对不对？多数的人怎么赌都是输的啦，都、哦就是输的，那会尝一点小甜头，那也不算赢啦、啊。哦，那么哦，你的人生不能用赌的。 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这个才是一个佛弟子基本态度。学佛嘛，那学别的我们不讲。那你说那是我们学道呢？对？啊，道法自然，自然增常理则也没有含含糊糊的、啊，对不对？也是有它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规律在那边、啊、所以这时候道即是佛嘛，或、哦、是它的形容不同、角度不同而已。 道是佛的样子啊，那么佛是道的体系嘛，哦，那么从佛的角度又讲如来是佛的体系嘛，那么佛是如来的样子嘛，那讲到如来，如来是來？如来是你本来的样子嘛，哦啊，你是现在的你是如来上面撒点灰尘的样子嘛，对？是那个被污染啊，被污染，那它只是被污染。 它并没有消失，哦，是这样，哦，那我们为学习修行，就是把这个污染修掉，让它不要修掉，所以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那它起作用就能因之无为而无所不为，哦，所以那时候就大自在解脱，哦，那么为学日益嘛，哦，日益增加，哦，那个是厚德志的一种。 所谓的接触哦的一种策略，那么你就知道学习哦阶段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阶段，一个就是要学习成就哦，那一个是要学习什么？学习利众哦，那第一个成就自己，第二个利众，这个都是在上上跟以下的人的说法。 哦，如果依上上根人的修持，不必这么麻烦，因为他的成就自我即是利众，哦，利济苍生的同时即是成就自我，他没有任何时空的差别性，他的信解行证是一不是四，哦，信解行证是同时的，有一个性质后面的解行证全部具足圆满，这是上上根人，哦，那么假设我们目前哦稍微糊涂了一点。 哦，我们就用一般的次第，世间人所能理解的次第法。哦，那么这个初阶段，烦恼进试验段。哦，这个利己为首。哦，先开发出我们自己的这一个波尔字再说。哦，那么这个波尔字也就是无所不知的能力，无所不能的能力。哦，那么这样一个学习，通通不能离开。 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的概念，那当然，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也会因着不同生命体性的根气，它的形象形式也会有不同，哦，又有不同。那么，我们如果没办法依高根性的，我们低根性的这一种所谓形象上的依，就必须去持住、守住，哦，要不然我们生生世世。 哦，就等同于跳过这个阶段，要直接去成就后德智。那么后德智成就不了，我们成就的是所谓的后天所吸收到的这些知识常识。哦，这样就冤枉了，因为这些知识常识本来被一个有悟性的人，好去运作，他背后的这一个智慧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可是，在我们未得定之前的众生去运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障碍我们人生的一些所谓的戒指哦。它本来是工具啦哦，那么呃障碍就不能叫工具了嘛。哦，工具是一种帮助的意思。那么当它障碍的时候，就变成一种戒指哦，有有执爱之性的一种戒指。那么，即便它是一个软体性的哦，你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一个杯子，你是一个概念。 哦，这个概念也会障碍住，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所讲的意识形态，哦，你知道的越多，你的意识形态越杂，哦，那么因为你没有卸除执着，哦，所以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其实第一个在对峙我们的这一个呃目的和目标，也就是我们内在的执着这件事情而已。哦，那为什么你看，如果你了解到原来修行。 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的执着去除掉，那就从这个直接的离体上去理解，这个方法也就不定性了，对不对？那这一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时候理解离体的人他就广了、哦，反正他的总人生就是一、欸，那他的一门深入是在对峙他的这一个执着，他就是反正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或者是所有的法方法门径。 通通子归，对治掉自己的执着，就这件事情啊。哦，那这样你还是可以得定。那你这个得定，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哦，从那个时候才能勉强开始广学多闻。哦，是这样啊、哦，慢慢去成就所谓的这个法门无量寺院学。那法门无量寺院学成就了之后，你的佛道无上自然就成了。那这个自然成的同时，你也就圆满。 好、哦，这不间断在圆满所谓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路径，我、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把握，哦，往这一种非常简单、非常单纯，可是作用力又特别强的这个生命形式和、哦、状态去成就，哦，去推移，哦，那么这一件事情还最后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啊，你不选择的话也没办法，那选择了别人也抢不走，哦，那么呃，就像我今天下午跟几个同山讲的，其实全天底下最简单的也就是修行佛法这件事情了、啊，全天底下最简单了，哦，因为只有就修行佛法是干干嘛的？是改个性嘛，对不对？哦，那换言之，也就是全天底下改自己的个性是最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可是我们现在人听起来就很难很难嘛，对不对？啊，很难是你不愿意啊，哦，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最简单？因为靠你自己就可以啊。那如果我们这一辈子靠一个别人需要点头的那件事情就难咯哦，就难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点头啊，他只要不点头，你都没办法。那唯独你改自己的个性，不需要人家点头嘛，对不对？ 哦，那改你的心情也不需要人家点头啊。可是怎么这个时代变成这是最难的事，让让你百思不解啊、哦呃？你看，要自己去选择，对。喔